趁拍鱼唔俾旅友跟自己出 trip。陈柏宇、许廷铿等人日前就出席太阳计划活动。陈柏宇透露，九月初中为新碟飞去布拉格录音，以及筹备明年举行的演唱会。他表示啊，咳咗一个月都仲未好翻，所以有啲担心声线唔在状态啊。但系个状态，即系我自己嘅声个状态，其实好差呢排，都仲咳紧。自从病完之后到而家都一路咳，咳到把声系好攰，长期都。咳咗几耐啊？你成个月咯。Jason， 你今次出 trip， 女友冇要求要同行咩？唔俾佢去啦，佢去咁多旅行啦，已经，仲要喺我做嘢嘅时候去旅行，咁即系点啊？即系佢有佢玩，我有我做嘢咁啊，好苦闷噶。唔得噶，嗰个心情唔可以系同埋女朋友一齐去噶，即系我谂做紧嘢嘅时候同埋班 crew 一齐玩 OK 嘅。但是如果带埋女朋友去呢，那个感觉会不同了。好像不是做的。是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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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